谁先下？火影真到了，火影真到下面了。火影真到了吗？到了，到下面了。有啊，刚刚有一个下去。他应该是那个在滑、在走的那个啦。先下去啊。正中间那个。哦，还是大雪纷飞。啊，宝宝，我知道了，我们等下需要坐一个大缆车下去。我记得这里有一个大缆车，是到什么什么神乐的吗？还是另外一个？好 ，Go Go Go！ 你神发 Go！ 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张毅可以到了，张毅可以到了吗？这么快？其实这里直冲也可以，而且我现在在录像，可以飙速。啊？我知道啊。好，你们先走。你看直冲看可以飙到多少好了，先下去到那边停的地方。GoPro 停止录像。